你们见过这么抓蛏子的吗？抓蛏子不是要撒盐吗？大叔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都说福建的蛏子好，所以我们特意买了一张去福建的机票啊，和我的朋友们来福田抓蛏子了，出发！我们跟着方叔叔啊，就是为了寻找蛏中之霸，那里就是多头蛏的故乡，给你们看看。我们现在已经全副武装，准备下地了。据说这片黑泥地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这就是养蛏子的黑泥。我现在已经不能挖蛏子了，得挖我自己的脚了。大叔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脚出来了！哇哇，挖出来了一个脚，太厉害了！蛏农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给你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战绩，还有一只会爬的小螃蟹，看这个蛏子的大小。我们走了，阿姨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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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辛苦了。果然是出黑泥而不染，个个都是金黄色的小胖子。原来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好，来，点起一下，走了。杨师傅，赶紧过来啊！哇，好肥呀、啊！哇。哇，好鲜甜啊！其实你们想吃蛏子，不用来福建，不用来福田，你们直接去你们家门口的福田餐厅就可以了。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？